西菩提譬如人生长大，西菩提譬如人生长大，西菩提言：世尊，如来说人生长大，即为非大生，是名大生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大生啊？难道身子很大吗？像女孩子啊，狮头是大生啊，狮头啊，啊，你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他是长得女生当中啊，现在哪一个人比他高？哪一个人比他高？现在你们女生有比他高的吗？站起来我看看。哦，哇，那你们两个比一下看看。现在比一下看看。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你有头发。没关系啦，两个比一下看看，这样谁高？他的头高，他的鞋底高，差不多。一般高啊。哦，一般高，一般高，就打麻将的嘛。好了，请坐，请坐，你们两个都是大生啊。这里是讲一切有形的，一切有形的都不算的。西菩提讲：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。西菩提所言一切法，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西菩提，譬如人生长大。西菩提言：世尊，如来说人生长大，即为非大生，是名大生。有形的，个子高。我们个子小的当然比不上个子高，我们是小生啊，他们是大生啊，他们是大生，但是大小这是比较出来的。如果在佛法里面，甚至于佛性里面，没有大小之分的。所以他这里讲人生长大即为非大生，是名大生，是比较高，没有错，是大生，但是跟空比起来那就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平等。所以意思是这样子讲，都是平等的。啊，我讲的跟人家讲的不太一样，我讲的金刚经跟人家讲的不太一样。